妈妈，尝一下辣条。还有我弟，来都来嘛，还给我打点东西，还客气的不行吗？啊，二蛋，还客气的不行吗？这两天就是吃桃的季节，那桃大得很。崔汉，舅舅来了。妈妈，还谁抱着呢？拿个奶嘴，吃的香的呀。二蛋几个咋过来了？今天休个天假嘛，过来转转，看看两个小孩子嘛。那刚好嘛，家里这两天刚好下苹果，去给你装点。刚好想吃苹果了，就过来了嘛。妈妈装完苹果就去汉子欣家。好好好，可以。那走，开着你的车，我们去果园村吧。走走。哎呦，舅舅家的车和我们家的是不是一样的？来，我抱默默，来，走喽，下车吧。哎，这是苹果吗？这是我们家的苹果吗？哎，苹果都装到车上了，估计他爷爷准备要去卖了吧。这是我们家的旮旯苹果，你看看，哇，好香呀，闻起来。你看看，你看我们家的苹果香不香？香。我再给你装点啊。嗯。哎呀，家里门锁着呢，那估计在地里呢，我们去地里吧。好。你车里边有袋子没？应该有吧。我去找，我去拿一个。走啦，我们去装苹果了。旮旯苹果呢，就是面的快，我尝有的红的很好的都已经面了，所以就只能我公公开着他的货车去到我们宝鸡去卖了，要不然过两天就彻底放面了。我们走过来，结果我公公婆婆苹果摘完了，地里没有人了，扑了个空，红苹果都被卸了。你们看，红的也快，卸的也快。本来说过来给你们帮忙摘一会苹果呢，结果你们卸的这么快，都卸完了。主要是今天叫了几个人帮忙，然后就卸没了。我们去家里那车上装点吧。好，走吧，又得回家。又扑了朝空是吧？我们现在又要往回走了。我以为我公公婆婆他们还在地里呢，结果他们早都弄完了，现在带人家去吃饭了。就那么一行树，然后这个大地里边也有几棵旮旯树，剩下都是红富士了。那么多树就卸了那么一车，旮旯的产量看来也不太行啊。就看红富士的了，我看装到那个货车上的话，估计下午我公公他开着车就拉到宝鸡去零售了。一号几百条？公公要拉到宝鸡那边去售卖了。一袋都哈起来哦。啊，一袋哈起就卖了。啊，我看现在有雨的。哎，不用去。我再给你找点苹果。对，上酒一个。啊。这批货好吃脆。呆呆，我呆在那上给你找点苹果。来的时间刚好呀，再来迟一会就没了，就拉走了。是呀。你多张点，这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够了啊。嗯。我衣没在吗？嗯。给你和我衣服啊。啊。好，走，坐发休息。妈妈，等一会爷爷要走了啊，让爷爷抱一回。去不去？爷爷抱一回吧。爷爷抱你吧。啊，我公公开车走了。他要去宝鸡了，走了。现在给你再弄点麻辣片，你到时候回家的时候给你带点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弄了那个。是啊。看我婆婆提前已经准备好苹果了，我两姨家、我舅舅家还有别的都给准备好了，让我给他们带过去呢。你不是装了一袋吗？怎么还装？这是给舅舅的。好。你到时候路过，你舅舅拿放家里啊。嗯，好。默默被我婆婆推着转去了，走吧，我们也走。我们今天把苹果下完了，然后我婆婆就让我把默默放在家里了。我来的时候呢，还在我们那个街道放了一袋子面，给我弟压辣条着呢。弟下午四点要走了，等一下拉完辣条，刚好路过我舅家，给我舅带点苹果，带点辣条。今天天气很凉快啊，我们来都已经开始压了。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要不要吃？我给你拿一个啊。来。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了没？啊！哎呀，这个这不好吃才怪呢！辣椒油一拌，里面放着各种料，到时候弄好了拿过去给娃们也尝一尝。把多少给你留下这样？不要不要，我聊聊说。啊，这压一次送的人可多了啊！封了六个袋子，给你拿三个，我拿三个，给我家拿一袋。妈，给麻辣片捏好了。
爹，再去汤圆老师蹭饭的。我到大家。嗯，芳芳，哪里？给麻辣鲜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什么事。再去给我哥家拿一袋，给娃们尝一尝。走，汤圆下。大哥家坐不坐？去了。那行，那你走吧。忙着呢。啊，那行。你去把那个苹果给舅舅啊。嗯，好。开慢点啊。好，有的。啊，二哥，嫂子啊。麻辣鲜，哇，小慧，二哥，好久不见，给麻辣鲜。麻辣鲜。你来的刚是时候呀。哎呀，狗呀，你回来了吧？刚受伤呀。咋？我看。哥，你去老挝一趟，负伤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哥哥拿回来的，这是红毛蛋是吧？嗯，我又口福了，嫂子又蹭到你的好吃的了。好吃不，阿哥？嫂子好吃吧？好吃有多少？是不是小了？想吃了。妈妈，尝一下辣条。啊，你尝一下麻辣片。花椒就能加醋。好吃不？今天小慧和二狗也来了。嫂子，哎，今天我哥回来了，开心吧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我也觉得你很开心，今天都看起来脸上都高兴了。对呀，是不是变了？变了，变好看了，是变臭了？变开心了。妹妹，嗯，刚好。你来了，嗯，然后你就不用回了，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做饭。我弟弟来这边三天了，还没有一起吃过饭了，刚好二狗、小慧他们也来了，把大表哥他们叫上一起吃个饭。那我今天来的时间刚好嘛，又蹭到饭了，就是也快蹭饭嘛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去吃饭了啊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了，喜欢的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明天见，拜拜了。